来吧，这就是这个很有名的 John Howard Founder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哈佛大学，然后我现在准备沿着这一片跑一跑，之后呢会沿着查尔斯河到 MIT，之后呢我再去 Expo。这个哈佛外面这个香港楼，哈佛 Bookstore 有很多纪念品，前面就是排队的，不知道买什么。觉得我从前面的进，从这儿进吧。前面就是被摸过无数次的特别有名的那个雕像，哈佛的。草坪上很多人。坐着吃饭，吃饭玩手机的玩手机，都没有看到看书的。来吧，这就是这个很有名的 John Howard Founder。看他这个脚，那脚我咱也摸一摸，这已经被摸的。这边溜达溜达，这里头，我在这里面溜达一下，我就去查尔斯河了啊。我们也就不太过于逗留。看一下他们的那个 law school 吧，我记得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他们的 law school。这是 library， 说错了，还说成是那个 law school， 其实是 library。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在这里头逛，因为咱也不是这儿学生，对吧？我就溜达一圈就回去了。哈佛校园，
啊，这个真有人坐在那儿学习看。咱还是去 Charles River 跑吧，这边没什么意思。我明儿啊也就举着这个东西，要连续的接力。三台机器，我觉得这边有他们家他们的食堂，哎，印尼儿，还是我记错了？Science Center， 现在因为疫情，然后他们美国很多地方就是整一这些罩子，弄一假的在外面吃饭的地儿，但实际上你看这跟室内有什么区别？就掩耳盗铃呗。波士顿这个城市其实很多年轻人，然后城市规划呀什么的也特别适合像咱们跑者的骑车的也很舒服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边的话，年轻人喜欢这边也可以过得非常舒服，然后它还有一些大公司什么的。波士顿还是挺凉的啊，今天。
这个天气如果跑比赛的话还是很舒服的。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。这边马上到查尔斯河了，到了查尔斯河就是各种跑步的人就特别多了。前面有一对儿，看起来特别像一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就应该是那种高中生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查尔斯河了。我有很多住在波士顿的朋友，就是跑步的话就在这边跑，查尔斯河，环境还是非常爽的。但波士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冬天太冷了，而且雪特别厚。瞧，这有个遛狗的朋友，
我们上一座桥看看吧。它这边的话，我们刚才所在的那一片是 Cambridge 剑桥，然后呢，桥的对岸是波士顿，你也可以认为是两座城市，它不像中国一样一个大城市那样的划分。看，查尔斯河上有很多划船的，非常爽啊！我们就不过去了，我们今天就在 Cambridge 这边跑。因为我现在要沿着这个河跑到 MIT， 其实没多远。明天本来也要跑马拉松嘛，所以今天也不会跑特别长。他这儿今天应该有一个什么活动，然后这条道不让机动车过。你看，上面全是自行车呀、跑者呀，还有这个滑轮的、跑步的。看这儿在训练呢。
那边就是 downtown 波士顿。我也可以跑这个桥跑过去拿屁股，但是还是算了吧，我东西都在车上呢。OK， 如你所见的这边其实就是 MIT 的建筑了，我们从这个口转过去。然后那个大圆球其实就是 MIT 里头的一个。不知不觉我已经跑了4迈了。OK， 这边就是 MIT 的校园，左边是他们，我们一会儿看吧。这儿其实就是他们很多人照相就在这儿照。等一下，我把视频拉过来啊，把那个调一下广角。这儿就是他们很多人照那个 MIT 那个主要的主门，就是在这个。然后这一片呢，有他们主要的一些实验楼啊之类的。这边 The Camber Sky。走，我们很多人也会到这边，它有一个用物理的数学的各种符号组成了这个人形的雕塑，也挺好玩的。然后我们还是稍微的在这里头绕一绕吧，好吧，走，我们看一下怎么绕。其实说实话，美国的这些校园真没有什么好绕的，特别没劲，就正常的大学呗。哦，我把小稍微绕一绕吧。
Thank you. 这边有工地，不知道在建什么。终于可以看到我的身姿了。这边没有任何想绕的，走吧，这边是他们餐厅。可以到对面进去看看。哦，进去就算了，进去要门卡，咱不是这儿学生，不行。啊，咱们就在这儿结束吧，咱们今天这个40分钟的啊 ，Cambridge Tour Guide。我去找一个地铁站，我干脆坐地铁回去，我就懒得跑回去了。来，掏出我的手机，找到 Google Map。其实它这边很多学校有很多的楼，你像它这边，不像中国很多那种大学，它楼都是比较统一的，在一个地儿比较多，当然也有在不同地方啊。不过美国这边很多大学都是这儿一栋楼那儿一栋楼分散的，所以我这个给大家看的也就那么一点点，也不是很就是大致的找到它有这个比如说 Harvard 比如说 MIT 有这几个字儿的地方。 Harvard 好像我刚才都没有照到有字儿的地方，对吧？只是告诉他这是哈佛校园。行吧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接下来我跟大家去吃饭，吃完午饭我再去，这个 Boston Marathon 的 Expo， OK， 拜拜。